会走动的，而绝对不是这样，那么小气，那么僵。一定，你看，你试一下我的手，来，试我的手，用一下这个手势，你用手试我的手，等会儿，试，试我这里。放松的，对吧？不可以是僵的，来，对吧？是放松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手呢，一定是圆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也不是这样的。什么最重要？这个曲子不重要。你告诉他，这个手型最重要。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好听的曲子，要用这个手去弹。对，现在要的是手型的标准。你看，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子。